Everyone.快牛年啊，买了那个叫做什么呀，猫砂丸还是猫三丸还是猫砂丸，我也不知道，就那个牛年啊，那个味道更重，家人们，我跟你说，我第一次吃那个味道真的更重，然后它就是很绵，它的那个皮是可以拉扯的那种感觉，那个牛年，然后我就吃了一块，然后他又叫我吃一块，他喜欢给我买牛年吃，吃多了会发生什么东西？哦，猫山丸吗？猫山丸，哦哦哦，对，就是这个。猫山丸这个味道真的，家人们、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这是可重了，就是和普通的那个牛年它更臭，真的。按时吃饭。好的，那个谢谢啊，就是只是我今天晚上就吃了两个那个牛年，我就觉得饱了，然后现在感觉又消化了，然后又想吃了，待会儿又煮面吃就可以了。嗯，猫山丸，嗯，我们过年，哎呦，今天的手机有问题啊，就这个像素不怎么好。感觉一直都在对焦。嗯，我们过年的话，家人们，过年的话就11月20号。吃了会发胖吗？牛年呀，哎，我还不知道呢。小胡跑出会议室摔跤，我都没忍住笑。你们天哪！你们居然笑小胡摔跤吗？他可摔得可痛了，他的膝盖真真正正的摔了这么大个淤青，看着可痛了，真的，家人们，他是真摔，是真摔了，就他的那个膝盖这么大个淤青，他也是妈妈的宝贝，人家妈妈看着肯定也很心疼。对，大家没有关注的这个地方点点关注哟，家人们，这个地方点点关注，然后加号，加上我现在还差2000多个粉丝就20万了，天哪，谢谢家人们、叔叔阿姨、哥姐们一直以来的支持。嗯嗯，哇，关注，对，关注走一波，我看能不能破到20。对，我们多聊聊天，我现在没事，今天该忙的忙完了。小胡为什么摔跤我也不知道，他自己他穿了增高鞋吧，他穿增高鞋，穿增高鞋了，哼哼。穿增高鞋就摔了呀。
我没有生今年啊，谢谢大家的祝福。你太老实了。给家人们就是说，我们这个我怎么说呢？我说实话，就是发自内心的，我不想当任何的这个，我可能对这个没有欲望吧。我觉得当这个我也当不好，而且责任很多的，我有可能做不好，我也会担心很多的。我当了这个我也做不好，当上了有可能我也负不了责任，也可能完成不了，也有可能我管不了。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做一个普普通通的，就做好我自己眼前该做的事情就可以了，不想去做任何的，去生任何的什么，挺好的。谢谢家人们的支持。大家的评价，别灰心，会好呢，要有上进心。是的，嗯，对，要有上进心。今年你好真诚，谢谢啊，感谢家人们的支持啊，谢谢阿姨，谢谢姐姐，你们以后来乐善玩，我请你们吃甜皮呀。舞蹈不能丢，哎，其实说实话啊，家人们，我觉得我其实也挺迷茫的，我想靠自己的能力有一点存款之后，我想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比如说开培训班，或者说去这个喜欢的专业嘛，就是开培训班，开不了培训班可以找一个好一点的培训班去兼职老师。如果有自己一定的这个，有自己一定的能力，真的我还是想做自己专业性的东西。但是我现在刚出社会嘛，我觉得就是多学习多经历，我觉得也挺好的。因为其实安安的话，他身边有很多优秀的人的，真的，他身边有很多优秀的员工，包括他是帮他打助手的助理啊，这些都非常的优秀，大家都没见过的，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优秀，默默在背后给他做事，有的就是怎么样，上一次听一个姐姐说是那种叫做什么呀，忘了，211，很多都是重本大学，重点大学的。我可能帮助他的只是说帮他做一些小杂事，如果更多的去发挥自己的这个能力的话，那可能就是把我的专业，就是小时候喜欢舞蹈，就是也没有圆这个梦嘛，就以后也可以。安安的话，他觉得我待在他公司，待在他身边，他也觉得挺好的。我去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他也觉得挺好的。反正就是怎么选择他都支持，因为他这种的话，我也不是专业的，他们公司比如说做一些什么工作呀，那些他们的一些事情可能我做不好，但是可能让我去好好的学一个舞蹈的话，我可能两天都学好了。反正他觉得我怎么选择怎么样他都支持。211985，这个他身边很多优秀的，非常多优秀的，可能七八个大家没见过，有的甚至年纪比他大，40，有一个和他身边还有一个和年龄和我妈妈一样大的，所以的话就是说都在默默后面做事，平时比如说不会让他们上抖音玩这些的。
可能哎，现在人人都玩抖音嘛，现在人人都玩抖音，但有的人人家发发作品，分享一下日常，也不会去看评论呀，或者说去看有没有信息这些，因为别人就是分发一下就不看了，所以也没有时间看吧。不像我们，就是我时间多的时候，我会陪家人们聊聊天，会陪家人们唠唠嗑，唱歌吧，小纪念。晚上好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晚上好啊！对大家没有关注我的这个地方，可以点点关注哟，这有个加号，谢谢关注。关注走一波，哇哦，这么多人没关注我，天哪，这么多人没关注，现在才知道，看来你们之前不知道关注的是什么号，我只有这一个号啊，只有这一个号。谢谢关注哟。叶总去哪里了？他去健身了，他要九点过就结束了。他一般锻炼一个小时，因为那个地方9点钟就关门，9点钟关门。就是比如说啊，家人们，比如说叫我去学会计，你觉得我现在再怎么去学会计，对不对，我真的做不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没有专业性，我又不是专业，我从小